个超无聊的。我好饿哦。哎，这可是金牌笑话哎。Madison 专心点，尤其是我搞笑的时候。对这种状况，我可是有备而来啊。哦嘿，老师，这堂课很棒哦。这什么啊？这很棒哎，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啊？你看起来超滑稽的哎。我讨厌这堂课。那颜色很适合你哎，我超爱的。同学们早啊。哇哦，不，隆重登场吗？也许没有人看到。我的宝贝考卷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实在太丢脸了，看看他们弄得一团乱，这世界真残酷。哦，这夹子我可以用，正好需要这个呢。把纸都夹在一起，然后在夹子上标注一下，这样就很容易看清楚这些是什么文件了。真该早点想到的。看看这些考卷多壮观呐、啊！考试喽，现在看看谁笑得出来。哈，嘿，拜托你屁股小心一点好吗？给你吧 ，Madison。哦，糟糕，但我有办法啊！就用这个超棒的夹子，把它粘在桌子边缘。我们会需要几个，然后把笔放进夹子里。好喽，哇哦，很厉害嘛！真是聪明呢，你自己拿吧 ，Leo。谢了。还真难呢，早知道要温习。Madison， 嗨 ，David， 我的天哪，就是现在了。这是给你的。你真是浪漫，等不及要和你共度余生了，好幸福哦。嘿，小家伙，哦，你遗传了我的胡子呢，咕叽咕叽。真是完美的人生。哎 ，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我可以借支笔吗？哦、oh, ，好啊，当然，给你。等一下，这咬烂的笔怎么给 David 啊？还是找另外一支吧。哎呦，这咬笔的坏习惯真该戒了。Hi David。Hey Emma， 你可以用我的笔哦。等一下下，好吗？真不敢相信哎 ，Emma 是在干什么？我动作得快一点，看起来不错哦，马上就好哦，肯定还有别的笔啊，就这样吗？哦，或许可以用这个指甲油，应该可行哦。先把这支笔拆开，然后把笔芯的头剪下来。在笔芯上挤一点热熔胶，把指甲油拿过来，把笔芯放在瓶子中间，然后在四周挤热熔胶。等干以后，把笔尖套回去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现在就变成一支亮晶晶的笔了，哦，看起来真花俏哎。盖子可以盖回去，这支笔现在有趣多了，给你吧。我的天哪，他碰到我了！终于可以写功课了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！这支笔真棒，谢了。太好了，奏效了。你真漂亮，我是说你的字，你的字真漂亮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你在干嘛 ？David， 快！哦不，压力一大，我表现就差。黑板是你的了，还真怪。不过好吧，我先走了。真是好险，还好你手脚快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我们开始今天的课吧。哼，粉笔怎么写不出来啊？超想笑的。真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哎，可能是太脏了。等一下，地板上有东西，那是肥皂吗？哦，我对你们超失望的，同学们。嘿，真是经典啊。好啊，振作一点。我知道了，让我拿一本笔记本。
在边缘贴上胶带，然后涂上黑板漆，整个封面都要涂好涂满，还蛮疗愈的。快好了，然后要等干，接着把胶带撕掉，小心点，不要把黑板漆给弄坏了。现在就不需要黑板了，只要这本笔记本就行了，把问题写在笔记本上，很好用呢。现在可以计算答案了。搞什么啊？好啊，同学们，谁会解答这一题？你？但是，那好吧，站上来吧，假装没事就好。现在看你有多聪明。好哦，这个我应该会。这样可以吗？错了，去错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少花点时间恶作剧，多花点时间读书吧。来，把这个擦掉。到你了 ，Madison。我，这下惨了。把这些纸钉好，功课就完成了。其实蛮好玩的哎。哈？一定是卡住了，糟糕！不，这下麻烦了。好了，坐好了，现在可以放松了。啊！讨厌的订书针，那一定很痛的。哦不！这是犯罪现场，不准动，好吗？媒体记者，通通出去。David！ 啦啦啦啦，喂 ！David！ 这咖啡真不错哎，希望这个有用。哪来的？有讯息呢。SOS！ 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啥？什么？订书针？我的 AirPod 盒子可以解决问题，它可以把所有订书针都捡起来，像这样，应该都捡起来了。谢谢，我的清洁工作可是做得一丝不苟的。好啊，来检查一下，清洁溜溜，一点也不意外。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得清呢，我得把这个课堂作业做完才行。我的铅笔断了，还好我有这个削铅笔刀，弄得好脏啊！救！什么鬼啊？给我看着，不可能，是一个意外了，我发誓！你捡起来了，你看，哇，真是好险！哦，我有办法了，不过我需要一个空的水瓶。好啊，来发挥创意吧，先把瓶盖拿下来。然后钻一个洞，接着把瓶盖翻过来，在洞的边缘挤点胶水，应该够了。把削铅笔刀粘在瓶盖上，干了以后把盖子扭回瓶子上，这就是我需要的工具。现在所有的碎屑都可以收集在瓶子里面了，干干净净。我看着你啊。没什么好担心的啦，都在瓶子里了。他还蛮厉害的嘛。Jimmy， 电话给我。什么啦 ？Madison， 还我电话了。我得躲起来，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。Madison， 他跑哪去了？一号门，还是二号门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一定要帮我，拜托，帮帮忙嘛。我好无聊啊，简直快要睡着了，双眼真的很难不闭上，要不然让他们休息一下下就好。啊，桑尼睡着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恶作剧时间到，呀，嘿嘿，完美犯罪，我得开始动手了，先把牙签的末端掰开，
然后我需要一条细细的胶带，把胶带缠绕在牙签上。接下来要来上色，留一小部分暂时不用涂，那个部分要涂成粉红色。等颜料干透以后，我会用银色胶带把它包起来，希望这看起来很逼真。我很满意哦。现在可以把尖端部分的胶带撕掉了，把黑色的颜料放进碗里，把尖端浸入颜料中。哇哦，可以和其他的放在一起了，看起来超棒的。Sunny肯定会吓坏的。来把它们放回他的桌子上吧。现在快醒醒吧。啊，我在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哦不，你看你的铅笔。什么？怎么会？真是难以置信，他们怎么那么小啊？我们变成巨人了吗？这太奇怪了。啊哈，你完全上当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的铅笔在我这里啦。好啊，真的挺会骗的嘛。铅笔还给你吧。好啊，沿着这条线折，看起来相当简单。等等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？算了算了，我想我有办法了。 Madison， 你有剪刀吗？啊，要什么？我要剪刀啊。了解。应该就是附近的某个地方，让我找一找。剪刀不太可能走远的，刚刚明明有看到。等一下啊，快要下课了，给我一秒钟啊。我有一套独特的档案管理系统。你有检查过纸下面吗？蓝色的纸还是橘色的纸？真的看不下去了。等等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 Madison， 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。首先要把卡片对折，然后我需要再次打开它。现在将它垂直对折一下，沿着边缘做一个折痕，然后就可以翻转卡片了。然后再折一次，把边角折进去，就像做一架纸飞机一样。把侧边折进去，然后往下折，接下来把它翻转过来，并重复那个动作，把这个三角形往上折，就可以折好了。现在把它打开，就变成一个盒子了，可以用它来装你所有的纸张和卡片。哇，你真是个天才，我很惊艳呢。等等，还有更多，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，你的书桌就干净整齐了。哇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你看我的桌子，它从未这么整洁过。原来剪刀在这啊，我就知道剪刀在那里。快拿去吧。谢谢，我得先完成这个手工艺，还有一件事得做。感觉真好，还给你吧。 Madison， 真的假的？我真是多此一举。这真的很无聊哎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数字一非常有趣，我有一个关于它的冷知识。哇，超想知道的，我要小睡片刻了。嘿 Madison， 快起来啊，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了。他睡得好沉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肯定可以把他吵醒，而我也可以练习瞄准。 Madison， 啊，什么啊，你这是干嘛？你睡着了？这能怪我吗？我是认真的啦。好啦，不睡就不睡嘛。但我一点也不开心，也许这可以让我打起精神来。等一下，这给了我一个主意哦。首先我需要一支黑色的笔，我会在杯子的边缘画上记号，记得记号要分布均匀。现在把剪刀拿过来，在有记号的地方剪下去，移除其中四个部分，然后把前端折过来，在中间挖一个洞，用一根吸管穿过它，然后把吸管末端往旁边折，用胶带把它固定。现在把它放进第二个杯子里，并将吸管穿过底座。Sunny， 快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看着，把它放在纸球上方，然后拉吸管。是个会抓东西的爪子，我做了一个给你哦。哇，谢谢！这堂课立刻变得有趣了。我抓到了。啊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还没有抓到最精彩的部分呢。请继续啊。这个测验真难。嗨，桑尼。嘿，最近如何？我在练习投篮。我需要专心。随便啦，你真是个书呆子。桑尼，你有事吗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哎。把它扔进垃圾桶了。什么？我正在工作呢。有些人真的很没礼貌。算了，我来做，什么事都我做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主意了。对，这应该会有效。把瓶子切成两半，然后在底部的部分倒些亮片。哇哦，看它闪闪发亮的。把这个放到一边，接着我需要一张卡纸，从中剪出圆形和长方形，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。把这个部件放在瓶子里，
哇哦，看起来真棒！这个成果我相当满意，用来装我的铅笔刚刚好，放进去吧。哇哦，我超爱的，你觉得如何？嗯，不错哦，但我已经做完考卷了。什么？我都忘记考卷了？哦不，要下课了，这次肯定考零分了。睡得好舒服，嗯，牙膏呢？啊，在这里。等等，里面有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呢？切掉牙膏管的底部，现在挤出里面的东西，好像有很多牙膏呢。等等，还有别的东西，我们需要清洗一下，来快速擦拭一下。哇，好可爱！你好，小狗。从牙膏管上取下盖子，并挤压玩具狗，一个有趣的牙膏分配器。哇，我喜欢。吃的来了，把钱给我。你好，你终于来了。看看我拿到了什么，我们走吧，我太饿了。闻起来好香哦。谢谢，不能忘记蘸酱。嗯，我好期待这个，好吃。嗯，看起来不错，是不是？好赞哦！我要蘸一下我的。我现在很高兴。好的，味道很好。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装不下？快点了啊！我不明白，不错的尝试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用瓶子。不好了，我的汉堡毁了。你现在吃不了了。别担心，我多点了一个汉堡，你看。哇，谢谢。别着急，你忘了这个。用木棍在酱汁包装上戳一个洞，帮我拿着汉堡。太棒了，现在你只需在上面淋上酱汁即可。现在你的汉堡里就有美乃滋了。哇，好简单哦。好多了，谢谢。我好无聊。哦，嗨，你好，我想让你画这个，那个雕像。是的，尽情表达你自己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可以做到的。哦，现在来画画。嘴巴好难看。他还没有完成呢。不，重新开始。大家都这么爱批评啊。我要擦掉这个部分，来再试一次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应该放在画廊里。哇，靠太近了吧，我不喜欢。好了，我以为艺术是个人表达，这次我会画好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重新画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的橡皮擦，我不能用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这里肯定有可以用的东西吧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是清洁用的，对吧？我敢打赌，这很痒。拜托，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完全没用吧？好的，这肯定可以。真的很有创意呢。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好吧，再来一次，看起来如何？我需要仔细看看。来吧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啊哈，我现在要看看雕像。有趣。我好紧张哦。我想我现在需要给他评分了，这太难了。我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做。A 加。
非常好。哈喽，多么好的观众啊！嗨，哈，没错，欢迎参加烹饪挑战赛，我们有两位厨师。哈喽，我们希望你们烹饪出美味的饭菜来了。哦，好炫酷，你们需要的所有食材都在你面前的长凳上，美味。这不是挑战吗？这是我需要用的刀吗？不行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哇，这看起来很锋利，抱歉，请问，哇哈哈，啊，你自找的，草莓，我以为，算了，哦 ，OK， 我最好开始做饭了。嘿，这个蛋毛毛的耶，哦，是奇异果。哎呀，方向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好漂亮的切片哦，什么啊？看起来好危险哦。哦，凤梨，我用那个。放手，这是我的。但是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了。不，太辣了。这个可能很方便。不，饼干模具，我可以用这些。把切饼干刀压进水果里，它会让它看起来很可爱。现在把它们排列在盘子上。水果塔，我需要这个木串，正是我想要的。做得好，把它们放到盘子上。你就做了这些。时间不多了，快点，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完成了。停，时间到了。我尽力了，我称这个拼盘为水果，很厉害，一如既往的，这是水果串，很不错。不过是谁赢了呢？哦，拜托你，哇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他，呜呜，画画好有趣哦。画得好，亲爱的，这个指甲油好漂亮。我不需要这个。哇哦，没关系，亲爱的。铅笔好好吃哦。小心，亲爱的，注意你在做什么。拜拜。甜心，停一下。对不起，妈妈。好多了。这太漂亮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就咬一口吧。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你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不在乎，不要那样做，快速咬一口。等等，又来了。停下来，不准咬，你听到了吗？妈妈想画她的指甲是吧？够了，来吧，看看我有什么。你敢？不，但我会让它看起来更好。将一个碗装满水，然后给它涂上指甲油，将指甲油淋在水面上，添加不同的颜色，随心所欲地发挥创意。完成后，拿一支铅笔，并将其浸入碗中，将铅笔浸入水中，涂上指甲油，将其从水中取出，然后它就有大理石的纹理了。给你，亲爱的。哇，看起来好炫哦。我可以用它们吗？我喜欢这个。谢谢妈妈。哇，没问题。我觉得这看起来不错。你敢？不要那样做。糟糕，好险。好姑娘，我用完了这支铅笔了。哦，这个不错。你太可爱了。我知道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你好，我的电池没电了。嗯，我的手机，帮帮我。哦，交给我吧。我只需一些苏打水，把它倒进这个西瓜里。够了，你忘了什么东西？好想法。
看那些泡泡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你会需要这个，这样充电器就准备好了。你的手机呢？给你，手机已经接好了。你觉得如何？成功了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进来吧，爸爸。耶！哦，是我的小公主哎。你今天上学还好吗？好的，你先坐一下等我啊。我快好了，你乖乖等啊。嗯，我好无聊。我快好了。哦，哦不，他去哪里了？哦，你从下面出来了，乖乖的坐在这边等。小朋友真难搞哎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哦不，住手住手，那是爸爸工作用的，留在这边。可是我很无聊。好吧，那这个呢？你要玩我的手机吗？耶，玩手机。没电了。哦不，我的充电器坏了哎。现在要怎么办啊？等等，或许用电话壳可以做什么？好哦，可以用这餐巾纸，然后把塑胶套装满白胶。应该够了，要用纸法器密封开口，然后放进电话壳中，再加上这个亮片框框。好极了，他可以玩这个。呀，他一定很喜欢的。这给你。哇，里面有粉红色的花。这个森林有太多树了。哦，现在几点了？天哪！看一下哦，大家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？看起来好像还没有。好了，要开始上课了。这边有圆规给大家用，大家要画一个圆圈，和黑板上一样。好啊，大家上来拿圆规，然后开始画吧。很烦哎，真不敢相信上个课有这么多事情要做。每位同学都拿一个，然后照着我的画做。嘿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啊，搞什么鬼啊？他又睡着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很糟糕哎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我该怎么画圈呢？唯一能用的工具是这把尺。我不懂，这东西也怎么用啊？这蠢东西根本没用，我根本画不出圆圈。搞什么啊？这明明有圆规，却不会用，很讨厌哎，这东西怎么那么难用啊？哦，烦死了。哇哦，他也不会用呢。嗯，嘿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打开它，然后这样画，搞定。好啊，或许我可以利用这把尺，也许我可以用它描一圈。不行，根本行不通。要不然不要用尺，直接画好了。不行啦，拜托，尺啊尺，我需要你帮忙啊。我好像有办法了。让我在这把尺上每两英寸做一个标记。整把尺都要好，然后要在这些标记上打洞，完美。现在可以来试试看咯。把尺放平，然后把铅笔插入中间的洞，然后轻轻转一下，跳到手臂另外一边，然后继续画。好了，完成行得通呢。我的天哪，你画出完美的圆形呢。等一下，你把圆规拿来了。有道理。哼，超烦的，我讨厌念书，根本看不懂这些方程式。我放弃了，我就是不擅长这个。那是什么鬼啊？是玩具啊，给你的，你要跟我玩吗？抱歉，我不行，我得温习，而且还有超多功课没做。真想现在就上床睡觉，累死了。哎呀，撞到头了，我需要把这几题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在哪儿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糟糕的考卷。我温习温到一半睡着了，考试要被当了。早安，你喜欢我的气球吗？你要跟我玩吗？你看我在气球上绑了丝带，这样就不会飞走了。嘿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个气球拿过来，还需要一支马克笔，把方程式写在气球上，然后把气球的气放掉。好了，缩小了，现在可以在上面粘上一段胶带。气球要小心抓好，然后把胶带撕下来。终于，现在把胶带贴在指甲上，大小几乎刚好。好了，
现在就可以用它们来帮我通过数学考试了，完全不会有人察觉，我真是聪明。来看看他有没有作弊，有小抄吗？好啊，让我检查清楚。来用手电筒，嘿，面对我，然后张开嘴巴。好啊，你过关，没选择作弊是正确的。真是好险呢，但我比他厉害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可不是所有人都进得了教室。给我站住！你知道我是谁对吧？要是被我爸知道你就好了，他肯定会超不爽的。好了 ，Thank you。就只是一些零钱，不必捡了。哼，富家子。那个保全真是可怕，搞得我好紧张哦。好啊，来吧，我可以的，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。别动。那个东西安全吗？就知道他会这样。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，快走开，闯光带。有必要那么刻薄吗？搞什么？哎呦，真的很痛啊！这地上是什么啊？这些是钻石吗？哇哦，真的是钻石哎！你有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不是亮晶晶啊？那么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让扫描器来决定吧。我觉得这次应该会很幸运。啊，扫描器说你有钱，我不懂，但是扫描器从不撒谎。你进去吧。真的吗？我是说，那当然。我得准备一下上课了，把我的书拿出来。不知道今天会学什么，希望有趣一点才好。太好了，没迟到。刚刚飞机要加油啊！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我还预约了晚餐呢。哇，看看那本笔记本。我知道，很特别。但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呢。不，不会吧？看看我的手机。眼前的一切根本就难以置信。我想摸一下。当然不行。挺酷的，对吧？我现在的心情想要杯子蛋糕。来把它贴在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很棒哦。会嫉妒是正常的。我的笔记本太平淡无趣了，我一样好东西都没有。人生真的很不公平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不如先剪下这些图片吧。真让我好饿哦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，但还有事情没做哦。就知道应该按照食谱来做的。让一让，别理我，我得找到正确的东西才行。哈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不，不是牛角面包，我需要的是这张烘焙纸，轻而易举，不能让他看到我，真是完美犯罪哎！还差一点点，把烘焙纸剪成正方形，然后把图片放在上面，接下来用胶带把它们盖住，要贴平贴好，不能有任何皱褶。现在把它们剪下来，要慢慢来，顺着外框剪就好，看起来不错哦。现在可以撕掉烘焙纸了，来把它贴在我的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其余的贴纸也一样。哇，看起来马上好很多了，别忘了披萨哦。Hey,Alex， 你看这个。什么？看看这些颜色，这些图片。哇哦，我喜欢。正希望你会这么说。这一坨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要一碗那个。我去上烹饪学校就为了做这个嘛，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称它为绿色的东西，给你，有一点黏糊糊的。等一下啊，你慢慢来，快从汤匙上下去。谁需要用碗呢？下去了。你慢用啊。看看这些东西，免费食物哎，我绝对不会吃那个的。我叫外卖。看起来不错呢，这些颗粒让它格外有风味，好吃，等不及了。真的好恶心啊，它怎么吃得下去啊？管家啊，这才像话，谢谢你管家。我比较喜欢高级一点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比新鲜的寿司更好的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是什么嗡嗡声啊？是一只苍蝇呢。
他在我的寿司上，我该怎么办？他被毁了，我快要吐了。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就只是一只苍蝇罢了。Hey Alex， 可以给我吗？请便。希望你感觉好一些。滚开吧，苍蝇。真是精致，真的超好吃的。真不敢相信他们让我坐在地板上，这样工作真的很难啊。三下浅语吗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然后他们给了我一颗钻石，一颗，能想象吗？快要上课了啊，正好准时啊，我得走了，以后再聊吧。你要去哪里？在那里等一下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让我看看你。我可没时间账号啊。正如我所想的，你没有穿衬衫，我们走着瞧吧。爸爸，快派直升机来，现在就要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世界末日了，救救自己吧。哦，是特别送给我的快递呢，谢谢你们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来把它穿上吧。这应该可以啊，把它塞进去，一定要看起来不错。我一向看起来不错，好戏开场了。我现在可以进教室了吗？等一下啊。啊，好多了，你不合要求，对不起，造成你的不便。谢谢你。我要怎么办呢？也许我可以把我的 T 恤藏起来，在那里等一下啊。我需要检查你的服装。别到处乱动了，我喜欢这个游戏。别动了，闹够了吧？他来，无法过关。人家只是想要上课。等等，我有个主意了，我会像这样剪一段纸，然后把它绕在我的脖子上，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的领子了。赶快走吧。哇哦，挺惊艳的，这个领子真是不错。你进去吧。谢谢。你看 Alex 很时尚对吧？我比较爱意大利丝绸而不是纸，但我有自己的规则，我才不要有领子，这些应该丢到垃圾桶。真的吗？我得赶快准备上课用的纸了。哦，都给忘了，看来只好用这个了，时尚又实用。我敢打赌你的衬衫不能这样。啊，真的好难哦，实在有太多东西得学。真的，我什么也不懂啊，这根本说不通，到处都是我的笔记，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才行。那么赶快开始吧。你就这样慢慢弄吧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个。啊，那是什么啊？你看，把纸放在这里，然后转动把手，它就会把纸撕碎了，又快又简单。哇，真是太神奇了，真希望我有一台碎纸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碎纸机啊，这样的效果同样出色，感觉真好。全部搞定了。但桌子还是没有整理好，还有一大堆纸，真太有趣了。哇，有人忘了一瓶汽水呢，罐子里还有剩很多呢。我是在做梦吗？肯定超好喝的。哦呀，正中红心哎。哈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哇，好多零食啊，我不能一边吃一边拿着手机。那我把手机放在这里好了。讨厌。你需要帮助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确定吗？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先把罐头压扁一点，试试这样。哇，太神奇了，真是完美，你真是个天才。羊片，点心时间到，好多选择，50块。那这个呢？我不知道哎。哇，看看那家伙，超多奶油的，就要那个吧。哇哦，你要和我一起回家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想得美 Matthew， 你是聋了吗？快点闪开。天哪，一点分量也没有。不，
下午火大了。我知道了。终于啊 ，Matt， 嗨，你护卫子付出代价的，我还没做完呢。希望你现在很舒服，因为马上就要受苦了。为了甜点，做什么都在所不惜。再见了。我的腿好痒啊。真不敢相信又到星期一了。对啊，这里好冷哦。对啊，是有点。今天最好不要有考试。对，没错，反正我也不读书。好啊，同学们，今天要考试。果然没猜错，没有代码。你是说这些吗？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？首先要贴上指甲，一旦指甲紧紧贴上以后，把一样大小的纸贴在上面，轻而易举，所有的答案都掌握住了，超赞的。你的在哪里？你正看着他们呢。哈，我的汽水啦，瞧，答案在这里。聪明对吧？做起来也非常容易，只需要把它翻转过来，在上面写下答案，然后再翻转过来，真是太厉害了！我知道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好了，我生下来就准备好了。哇哦，该来翻转了，在这里呢。可以来看答案了，大家好，朋友们。等一下，时间到，做得好，同学们。我考几分？我呢？超棒的，我们成功了！呜呼！你们下一个挑战在这，我想我可以的，或许不行。很讨厌呢，这些蠢圆圈又是这样。我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哇哦，我好饿哦。是你的肚子在叫吗？我没吃早餐嘛，还好我带了这个。嘿，朋友们，你有事吗 ，Emily？你明知道规则的。哎，我不小心忘记了。那么继续画圆圈吧。哦，真的叫得很大声，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。等一下，老师没有在看对吧？我有一个计划了，我会用到这个圆圈的，它们会变成巧克力圆圈，可以来表演了，看着，看起来真不错。Emily， 烦呢，我又画错了。完全如预期般顺利，真是太棒了。我也想要，你知道我也饿了吗？等等，我的粉彩盒。我有一个主意了，可以来吃早餐麦片了，看明白了吗？哦，对，你不介意吧？玫瑰奏效了，太棒了。嘿，真聪明哎。你要写吗？不用了。哦，等等，哈，快来看这一招。只要把麦片倒在这里，然后把白胶拿出来。我所说的白胶其实是指牛奶，两个都是白色的，不是吗？相信我，没有东西可以阻挡男孩吃麦片的。
就连学校的规定也不例外。那么我们开动吧，希望老师没有看见。嗯，哇，太聪明了，也许上课并没有那么糟糕啊。后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只是在画画，老师。好的，嘿，给我一点啦。很好吃对吧？趁他分心，我得赶快行动。还好他不戴眼镜的时候根本瞎了一样，这一定很好玩，看你的了，变变人。好多了，来复印考卷吧。专心，现在是考试，可不是好玩的。给你，这是你的。嘿，你看看，变变，哈哈哈哈，考卷被毁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考试就要开始了。Madison， 你的好记了，我应该温习的，真的应该温习的。或许有人可以帮忙。数学真好玩，太令人兴奋了。哇哦，那生活也太无聊了吧？不过，嗨，好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当然，不过得付出一点代价，亲一下就给你所有答案。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吧，不了，小变态。来，用电脑，你可以的，就是数字而已。你整个没有用，不对啦，拜托了，脑袋瓜。Madison， 时间不多了，你最好快一点写。我也想。哦，嘿，亲一下对吧？太棒了，哇哦！就亲一下，就当作是亲自己外婆吧，咬在脸颊哦。哦，需要漱口。亲完了，答案可以给我了吧？好的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过来，你看，要计算答案，先把算式写出来，把两个数字加起来，6+4=10，然后把10减掉2，也就是8。下一个答案，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只是这次要拿2+5，也就是7，然后把7减掉2，这次答案就是5。哇哦，好聪明哦！谢谢，我会做了。一个答案是8，然后是5。他所有答案都会耶，干嘛？可以帮我吗？好吧，你得亲我一下才行。我想应该值得吧。不公平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好有趣哦。哦嗨，看看我带了谁来。一只小狗，哇，我可以摸吗？当然，它叫毛毛，真是完美的名字，你真的太可爱了。没错。嘿，大家好。嗨，我真是漂亮。什么事？走开，不要。随便，我可以付钱给你换座位。不要，你收买不了我的。好吧。哦，可爱的小狗狗，很不公平哎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我快气死了。不该拿着巧克力出气的。嗯，要抱抱他吗？当然好。啊，我知道怎么报复了，要安静偷偷来，先把巧克力包装一角剪掉，然后寄到他的笔记本里面。好了，他真是一只可爱的狗狗。天哪，那狗狗也太坏了，操我的。成功了，让我把这个丢掉。我回来了，哈喽毛毛，乖宝宝。考试的时候大家最好安分守己，可以开始了。OK， 答案我都知道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或许可以装心脏病。不行，那很白痴。Chris， 不准讲话。哦，抱歉，老师。Hey Madison， 什么事啊？可以用这个巧克力换答案吗？你知道我喜欢糖，好哦。
拿去吧。太棒了，早该想到了。答案，在找这个吗？对，我是在找这个。嘿、hey, 如果你要这个答案给我，我刚已经帮过你了，很烦耶。来咯。是吗？这个该去垃圾桶。是他，是他，我没有你有，才怪，大骗子。我教的真是一群蠢材，只不过想看这本书。再试一次吧。嘿嘿，又怎样？看到这巧克力了吗？两个够吗？好哦，成交。该怎么做呢？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我有办法了。打开笔记本，将胶带贴在页面的边缘，然后再整页重复这个动作。接下来拿个海绵剪成小块，将其中一块贴在荧光笔上，现在可以用它来擦掉任何你写的东西。没人会知道的。嘿，你要答案吗？看这边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可以啦。太好了，谢谢。我不可能算得出这答案的。那边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老师。你看，我应该是看错了。真是好险。嘿，巧克力拿来。很高兴跟你合作哦。这一场练习太赞了，感觉好多了。等等，我是该带笔记本什么的吗？有啦，我需要用来写东西的那个笔。对，没有，下面没有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嘿，聪明的女生，呦呼。我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借一支笔吗？好的，我应该有多的，给你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哦不，蛋了。嘿，聪明的女生，这只坏的，可以借另外一只吗？小心点啦。哇哦，一连两只。你不会相信的。拿去，给你这只。希望他有保留收据。嗨，聪明的女生，这是我最后一支笔了。OK， 好啦。等一下，这个果汁盒可能有用，或许吸管可以帮忙。这样应该可以。把笔打开，放一点胶水在笔管的下方，像这样。然后把笔管插进吸管里面，一直到胶水的位置，看起来好像吸管的笔。没有人会再借了，哇，好酷哦！我可以借一支笔吗？这些吸管啦，抱歉。好吧。嘿，老兄，你有笔吗？太好了，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啦。今天的题目是独角兽 puppet。最后做完的是卤蛇。我赢了。耶、yeah, ！我赢了，哈哈！准备好了，拜托，我一生下来就准备好了，这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必须赢，快点，加油，快点！我要赢太容易了，你准备输吧？哈，想得美，快好了。真正的艺术是来自……算了，得继续才行。我的铅笔不能用了。这些用完了，这些也废了。他在干嘛？最后一部分了，拜托，我得画完才会赢。我需要其他铅笔哦。他画的如何呢？慢慢来，稳稳赢。我不能让他赢，但我没有铅笔了。等等，他没铅笔了，我一定会后悔的。给我看看，我应该有办法的。有了，我想到了，可以用这个吸管。
拿一根吸管，然后把铅笔头放进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现在你就有铅笔来写字和画画咯。我可不能侥幸的赢，嘿，给你的铅笔，这样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画作了。谢谢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数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